是一个整容医生，也是一位画皮师。哎，皮又紧了，难受死我了，必须得去换一套。皇神好啊，我去舀水喝。小心点啊，得去看看还有没有储存的尸体。还好还好，还有三具干尸。喂，你什么时候放了我？尊敬的画皮神，请再一次保佑我画皮成功吧。怎么可能放了你，你可是我的首选皮。这小闺女是真难干掉。终于好了，感觉全身都轻轻松松的。哇，这浮皮可真好看。时间不早了，该去营业了，不然皇神也该怀疑了。你好，我想整成你的样子，那请您跟我来吧。呵呵，还想整成我的样子？太好了，又多了一副皮囊备用。你想干嘛？这是哪里？放我出去！真是猎物自己送上门了，真是累死了。坏了坏了，我的累了睡了。